你是不是已经爱上秋湛？当我不能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好想他哦。那就采取主动啊！桌上那个叫做喜糖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喜糖啊拿给周正吃，吃了以后你们两个人就会开花结果。我之前跟你说感情的事要慢慢走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如果遇到对的人，就把他把握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站在原地，就等我追你。梁小叔，愿意跟我一起为幸福努力敲钟吗？流星就要飞过，拥抱不能太久，再见请别说，眼泪就要坠落，牵着你的手，转身后不再困惑。除非你放手，不然我都不会离开你身边。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好像不太真实。太真实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第一次这么主动，都还没有机会确认你对我是不是真的也有感觉，喜欢我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才觉得很不真实。好了，可能是我多想了啦。
你干嘛？我不需要他了。哎，我的蓝色戒指。哎呀，不得，你不需要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周正跟梁小叔告别单身，以后这两个人的身边不准有其他异性出现。你是让我把单身戒指拔掉的。怎么不掉？还是你还是想把它戴上，继续当单身？我好像交了一个很强势的男朋友。知道就好了。员工旅游之后，那个詹姆士要把他开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最常接触的男生。可是我们电台需要他哎。虽然他常常在自己的节目上面播自己的歌，然后也很常从办公室偷零食回家吃，但是其实他播的歌很特别，真的，你下次仔细听听看。你笑什么？笑什么啊？在跟你开玩笑啊，很爱你的个性哎。周正，你很奇怪。我想他，走。开笑，很好笑。在笑啊。生气我都不敢看你，不过今天仔细的一看，他真是个真妹哦，漂亮。奶奶，奶奶，对不起哦，上次是我个性太冲了，吓到你。没事儿，我不会被吓到的。让让让让，哎，你们大包小包有吃有喝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奶奶，我们要去月光烤肉 party。哎哎，你是那个美艳桃花源的菲菲 ？Yes！ 哎呀，你帮奶奶算算明天的桃花运势好不好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，奶奶？但是她的答案只能参考参考，因为她算的非常准。詹姆士，詹姆士，我记得你的生意，这都记得。正好，我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奶奶，你请问，为什么你每一次都唱同一首歌啊？
奶奶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他只有那首歌可以唱啊。玉梅，是歌手。哎呦，我每天啊都听你们的声音，今天见到本尊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烤肉吗？当然。要帮我签名哦。还有，来来来。拍照休息。你的歌给我听听。唱什么歌？你点歌。还是谁点啊？还是谁点啊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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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这个棒球一直戴在身上、啊。当然啊，它可是我的 lucky ball 哎。虽然刚开始把它放在包包里面的时候觉得很重，但是久了也习惯了，而且之后反而觉得把它带在身边才会觉得有心安的感觉。跟你说一个秘密哦。好啊。以前我都很羡慕那种垒球队的队员。因为他们的投手啊，都会在书包上面放一颗球，然后这样晃啊晃啊晃的，你不觉得很帅气吗？啊，要不是我运动神经太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甄选都不会甄选上。但是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啦，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想要站在投手球上面投一颗球，咻，好球。一定超帅气，那算了啦，这应该只是梦想啦，反正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好险你没有当投手啊，要不然那些打击手啊，一定会被你 K 死。哎、欸，看我，你看我，有啊，我是打击很弱，但我投超厉害的，好不好？你看了这样，咻。秀球投手要配音吗？好啊，很帅很帅。你真的很敷衍呢、欸。那有敷衍。你超敷衍的、欸，这人不诚恳就算了，还不会烤肉，你看都烤焦了。你都还是白的哈、啊。哪有？你看这个这么黑。哎、欸，小姐，我今天要的，我要的。你帮我拿一下那个。好，骗你的。你过来，你耍，你耍赖过来。耍赖就耍赖，我就是耍赖。给我吧。不要，你用手的。还有其他夹子，你可以再用啊。要我想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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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其实不瞒你们说，我们已经在一起。那个手，你，哎呀，手叔，你这么过分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那个手，你没有不讲，我只是来不及说嘛。哎呦，哇，既然都已经在一起了。那就赶进度，朝向一个目标进行。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。你们几岁了？跟不上时代、啊，怎么只牵手呢？嗯，奶奶说的是，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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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好垃圾，好垃圾。好了啦，太夸张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呀，别闹别闹别闹。哦，对。我要尿尿，我忘记尿尿了，我怎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？对呀、啊，我去尿尿。哎，
啤酒快喝完了，我去买啊。哎，玉米帮我拿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走。啤酒，我又不尿尿，我要在这边看我的小可爱。不好意思，借一步说话。来，其实真的看不出来你年纪一大把了，还是个非常有活力、非常欢乐的电灯泡。啊？你看，你在这边的话，你的小可爱们反而不会出什么事啊。快走啊，快走啊！你不觉得他们很故意吗？什么？难道要喝啤酒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哇！怎么啦？我被烟熏到。你眼睛被烟熏到？哎，不可以揉，不可以揉，我帮你吹。有没有药啊？一定管用。真的好棒，一碰两个就爆了，是不是？多弄点爆炸糖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但是有个交换条件呢。什么条件？就是你以后在我们节目的时候要call in进来，点播我的歌。没问题，你每一段节目我都call in进去，点那一首叫什么什么什么？拜托拜托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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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吵醒了，没事儿。周正拿去开车要送我回家，正好奶奶一个人好无聊哦，坐下来陪奶奶聊聊。好啊。哦，小叔啊，奶奶要跟你说，谢谢你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周正啊交到了这么一群好的朋友。奶奶，你太客气了。周正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交朋友啊。其实周正从小啊，就严肃的像个小大人似的，因为他爸爸做，你也知道，自从他爸爸坐牢之后啊。同学都不敢接近他，就算是接近他也是有目的的，所以周正干脆就不跟他们交往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英英年纪还小，周正为了保护妹妹，怕她被别人欺负，所以他就把自己装的是又酷又凶的样子。当然了，大家就不敢靠近他，他也更就交不到朋友了。难怪周正他平常不说话的时候这么严肃，也让人觉得很难亲近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奶奶呀，整天都提心吊胆，
我就好怕，因为他爸爸的关系会连累到这兄妹两个人，怕有人会找他们两个人下手报复，所以他们除了学校呢，就是家里，别说是去同学家玩了，连那个郊游啦、联谊啦，甚至于毕业旅行啊，都不能参加呢。每一次啊，一看到周正的毕业纪念册上头，其他的同学都是开开心心的拍的团体照，可是就只有周正孤零零的一张大头照。这孩子因为环境的关系，让自己变得这么早熟，这么孤单，奶奶其实很心疼。谢谢你，真的，你让他今天交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奶奶从来都没有看他笑得这么开心，就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。答应奶奶，你好好的照顾他，不要再让他觉得孤单寂寞，好不好？周正，我们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周正，你对小叔是真心的吗？还是你有背着他照面跟其他女生搞来搞去搞暧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那是我妹了吗？我对梁小叔是认真的，您放心。小叔对感情的事情很认真，我觉得是认真到有点太紧，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他都会想很久。我觉得你可以对他再主动点。还有小叔，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，不要再让她伤心。除非小叔不喜欢我，不然我不会离开他，我会好好珍惜他。有肩膀，够 man， 我欣赏你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我会一直看着你。要是你敢做出对不起小叔的事情的话，我会动用所有黑道白道势力，让你好看。詹姆士。你很自不量力耶，你忘记人家周正他爸爸是？哎，是应该站我这边的吗？啊？我都已经确定人家周正对小叔是真心的，我当然换边站啊。墙头草。奶奶要自己回家，你呢？留在这边。来，
春娇一颗值千金呐、啊！你今天晚上想干什么？奶奶都赞成啊！奶奶，你也想太多了，在我……哎，什么我想太多？是你们动作太慢，我都破了200多关，你们还在原地呀、啊？哎，这怎么行啊？我现在打电话叫菲利帮你们安排蜜月套房啊！不用了，那个订今天订满了，客满哈。客满？那简单啊，到我们家去呀、啊，回家呀。你们俩关在房间里面，奶奶绝对不会看，不，我绝对不让别人打搅你们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回家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躲在我自己房间，不打搅你们嘛。好，我一定安安静静在房间。会。那不如这样子好了，你把我送回去，你马上再赶回来啊。我答应你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明天早上见哦。什么？明天早上见？他马上就回来了啊。你等一下哈。奶奶时间很晚了，赶快去休息哦。啊，小心脚。OK 哈。OK， 奶奶拜拜。哦，啊，这几天一直站着。我的腰跟腿都快断了啦，真的。哎，是该找时间去好好做 SPA 一下了。而且我下午茶跟晚餐都没有好好吃，不是很讨厌，钱难赚哎。就是说，哎，今天收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啊？还是赔钱，跟前几天的状况差不多。啊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才刚开始嘛，只要有客人来，有人喜欢我的衣服，这样就好啦。对，而且你看哦，这是你第一次上班呢，就可以开店做生意，很厉害了你。好说好说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开店的初期一定是在烧钱，只是我看了这几天开销之后，我发现。有一些部分像是餐点，花太多了。你们这部分花钱的习惯如果不改的话，只会越赔越多。那就找其他方式增加收入就好啦。哦，对啊对啊，就像我爸常说的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呗。你有其他想法了？你打算带我们转去哪？高德炫，你明天跟我出公差一趟。做什么？当然是有任务要交给你啊。时间跟地点我会再通知你，不要迟到喽。好啦，你们两个赶快把电收一收啦。哎，那个冷气哦，千万不要忘记关哦，电费可是很贵的啊。好啦，我要回家泡澡休息喽，拜拜。会计师，
快烦恼，我们家聊拍照，喜欢吃什么吗？小叔爱吃蛋，所以一定要蛋。啊，蛋。烟熏火腿，还有热狗，他很喜欢。好。哦，要加番茄酱哦。多少？好吗？还有，我们小叔呢最喜欢吃吐司跟面包，千万不要果酱，而且呢他只喜欢花生酱。最后呢，再来杯温奶茶，就是小叔姐最爱的早餐组合喽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来。谢谢。不会。这些都是我爱吃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、啊？为了我们幸福，当然要知道梁小叔喜欢吃什么东西啊。谢谢你。哦，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要谢那些热心的小精灵。好啦，热心的小精灵们，不要再躲了，可以现身了吧？笑得那么鬼祟啊！好，赶快坐一下，我们待会儿规划一下，我们待会儿怎么玩呢？玩什么？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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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里可是有个好大好粉红的爱心泡泡哦，怎么搓也搓不破，挤也挤不进去耶！起飞呗！嘿，你现在这是在跳舞吗？哦，好明显！拜托，我哪是那种公私不分、见色忘友的人啊，赶快坐下。你们听，有没有听到什么？刚才梁小叔终于大方地承认了周正是色不是油。哇！快跑！快点进啊！好热，好热。啊，赶快坐上，赶快坐上。OK。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好，外拍啊！现在网络世界那么大，而且你看大家没事就在上网，我们就一家实体店面哪够啊？一定还要有一家网络商店才行啊！这就是你昨天想到的方法。不错吧？是还不错。那我应该付钱给摄影师对吧？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还要付游艇的钱哦。你租游艇来拍照？没有要拍了啦，我是想说，反正大家今天都在海边嘛，想说租个游艇，大家一起出去玩。而且今年夏天我都还没有出海过哎，而且我今天有带比基尼哟，期待吧。你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你每天都讲那么多，你说哪一趴？我说你大小姐花钱的习惯如果不改，你的店只会一直赔钱。这我知道啊。所以游艇的钱请你自己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为你的奢侈买单。喂，我想说租了游艇，大家一起出去玩嘛。刚才先给我站住哦！刚才先你。让开！啊！我的心！啊！救人啊！
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我没事，是你有事好吗？你疯了！不会有人干嘛跳下去啊？你平常不是头脑很清醒吗？很会教训人，干嘛不想一下再行动？想吓死谁啊你？我是想着要救你，我哪有想那么多啊？要救人反被救，你不知道英很会游泳吗？我是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那么冲动了。我的眼镜呢？好了，算了，没事了，你没事就好啊。下次小心一点吧。要小心的应该是你吧，吓死人了啦！先生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我没事，我把衣服弄干就好了，可以扶我一下。OK， 没问题。高哲轩虽然跳得很冲动，但还挺帅的嘛，都感动了。而且即将要一起共度七夕情人节，太浪漫了。对啊，七夕要到了，我也好想交男朋友。小丁好。哦，有人等的人来喽。嗨。嗨。哎，你们有空再来玩啊？会再来的。谢谢你，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我也玩得很开心啊，哎，真的，有空真的来玩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好，那我先上车了。好，请。别人的位置。谢谢。哎呦。水时呼吸到肺部都有可能受伤，虽然短时间没异状，但稍后可能因为气管肿胀引发呼吸困难，甚至是可能窒息。此如续发性溺水，医生建议溺水前无论症状多轻微，都应该送医观察4到8小时。如果没有，也要避免让溺水者落单。亲友需从旁观察是否有呼吸困难的症状，确保安全。子轩哥，会不会累啊？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喝个茶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是不是很热？阿三，你想吃东西对不对？啊，我帮你去外面拿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干嘛这么
么冷漠啊？关心你也是应该的啊。你为了救莹莹这样子牺牲，没关系的啦。想要什么跟我说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苏培丽，人家都说不用了，你在那边撸什么啊？如果你很闲的话，去那边把衣服全部重新折一遍。是，老板娘。今天的账，哦，谢谢。还是赔钱，但我想，网络商店开了以后，情况会好很多。嗯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留久一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看网络上面说，就算是轻度溺水，也要有人在旁边观察4到8个小时。这样比较安全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没事，谢谢。啊，可是我有点。放心啊，我会自己注意。我先走了。啊，还有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哲轩哥呢，真的是越来越加分了，不但够 man， 又够勇，哦，啊，他根本就是继周正哥之后的新好男人嘛。周正哥，如果这一辈子呢，我跟你没有缘分的话，那我就跟高哲轩走喽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因为他不会游泳啊。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游泳，他也不会游泳。如果发生像今天这样情形怎么办？那我们就不要靠近水边就好了。就是不行，你们就是不适合啦。快收拾，我要回家了。是一天的开始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真实，但是我和周正真的在一起了。之间小小的默契而开心，也会寻找各种机会来传达自己的心意。亚洲之音的点歌传情节目又来喽，请各位有爱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害羞，赶快拿起你的电话勾引进来，表达你之间的心意吧。Hello， 你好。喂 ，Hello， 你在线上喽。我是 J 先生。
那请问你今天想要点播哪一首歌来传情呢？我想点哥哥爸爸真伟大，给我心中的 L 小姐。你确定 L 小姐会喜欢这首歌吗？L 小姐会喜欢吧。世界里微甜的空气，傻傻看着你。这个天气很好的舞台，我们牵手了。每一个晚上，我们总是有讲不完的话，真的很夸张哎。讲电话，赶快睡啦！好啦，喂，刚刚是你妈在催你要睡觉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吓死我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睡觉吧。好吧。晚安。晚安。I love you, you love me, 这是交换真爱的讯息。I love you.见不到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总是努力不让对方感到孤单。一个人的咖啡，孤单。微甜的空气，傻傻看着你，下雨也美丽。这样就不孤单了吧？我也在看东西。哦，那你打给我干嘛？我想说你礼拜二有空吗？应该有吧？怎么啦？你那天傍晚以后的时间空下来好吗？好啊，不过我要条件交换。条件交换什么条件？你也要把你那天早上的时间空给我。好，好，成交。好，那时间地点我之后再跟你说，你先去忙。拜。你的老情人度过一个浪漫的七夕情人节晚餐吗？我不会打你。你大包小包，春风满面，情人节要跟谁过啊？跟周正。
我们决定在一起了。我就说你们俩有鬼嘛，鱼塘相许，沈小老。妈，你应该不会反对我们吧？用生命保护我女儿的男人，我当然要支持他了。好了，出发，好好享受你的情人节。啊，你爸那边门禁要我帮你 cover 吗？不用了，他会准时送我回来的。嗯，不错，这种男人可取。好了，约会不迟到也是一种美的。大师要走了，快快快！哎，怎么搞得你比我还要急呀？因为我希望的宝贝女儿得到幸福啊，我这样才会安心。好啦，那你今天也要幸福，也要浪漫，要煮得丰盛一点哦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你也是好好享受你的情人节啊，但是注意安全。出发。好了，妈，拜拜。嗯。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之前呢，我们带小薇出来玩的时候，问你童年都在干嘛，你好像一副状况外的样子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的童年一定非常的无聊，所以今天我要带你回到童年，过小时候应该要过的生活。准备好搭乘小书号一起回到过去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要 yes sir 啊！出发。OK， 走吧。要把饮料冰到冰凉的溪水里面，记得给我。OK， 第一步骤完成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把西瓜找两个石头卡好，不然等我们烤完肉的时候，它都已经飘到不知道哪去。叠起来就是要让石头变得很热，到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，这是地瓜不是石头。小时候要是不小心被烤地瓜的石头烫到，一定要摸对方的耳朵。为什么不摸自己的耳朵啊？不知道哎，幼稚吧。幼稚。左脚往后退，左脚往后退。喂，转转转，来转转，好，开始捅机关。一、二、三。学不着退。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。什么？
让喜欢的男生骑脚踏车载我放风筝啊。如果小时候要去远足呢，我们的背包里面一定会有炸鸡、三明治，还有寿司。哎，这寿司很特别哦，是童年限定的口味。童年限定的口味，这个，这个，你做的？哎，你先吃嘛。小叔，谢谢你帮我拼凑了童年的那一块缺。有你的童年很特别，也很幸福。来吧，小叔号的最后一站。我要给你一张跟同班同学的毕业合照。同班同学？谁啊？嗨，同学。嗨，同学。那什么脸啊？我是你最好的同学梁小叔哎。同学好。要是我十几年前就能够认识你的话，我一定也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你的最好同学。这样子，你的毕业纪念册上面就不会是只有一张孤零零的大头照了。还有，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都会准备这种小册子，给最好的同学还有老师写一些祝福的话，百事可乐啊，一帆风顺，或者是永远美丽之类的。来，一本是你的，一本是我的，喜欢哪一本？这个给你。记得哦。把一些你想要对我祝福的话都写在里面。把时间空下来，不是要带我去吃情人节大餐，原来是要带我来看棒球啊！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的？不会啊，情人节一起来看棒球，很特别。走吧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从这边走。
请大爷，走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这里都没有人，应该不能进来呀、啊。快开始了，赶快。什么？快开始！哎，不要跑了。没事。干嘛？你要带我来球场边看球哦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开球特别来宾——亚洲之音的热血 DJ 梁小舒。第一个情人节礼物就是要实现你的梦想。那你在投手球当投手，打了一阵四分全垒打，你都没看到？真的？哇，好厉害哦！耶！中外，怎么了？不是啦，我刚真的站在投手球上哎，你刚刚看到我投球的姿势吗？这样子投出去，有没有很帅？有，非常的帅，而且这是我见到离捕手最远的滚地球啊！我是问你，我投的姿势帅不帅？我又不是问你我投的球你觉得好不好？好的，姿势很帅，非常的帅。哎，你帮我安排了这么多，会不会很麻烦啊？你是不是欠了人家很多人情，问了很多人？哈哈，一点都不麻烦。真的？真的，只要我见到你开心，再怎么麻烦都无所谓，都值得。真的是我过过最棒的情人节了，这也是我过过最棒的情人节。谢谢你，帮我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小叔，我们的回忆会一直创造下去吗？
天哪，他们好大方哦！还好被拍到的不是我们。还好。哈哈哈！啊！停下去！怎么办呢？杨小树，要亲下去了吗？啊！我数到三，你就跑。OK。一。